二呢，家庭生活也很好的。第三呢，他的环境也是不错的。所以，如果是女孩子抽到的是红凤盘，告诉你，你很可能会嫁进豪门，家家都有钱人。那如果是男孩子抽的是这张牌呢？恭喜你了，你使劲娶到有钱人的千金了。哎呦，所以来讲呢，那这张牌怎么样讲？它是一个可以说很多情的、很浪漫、很有人情味的。好，再来下一张，第四张，第四张是狂怒的牌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有力不轻女。所以来讲呢，君子能战，君子下，江河万里皆方成。其实哈，皇帝这张牌注定就是成功的。可是这张非常的霸道，虽然非常的有魄力，它有正面也有黑暗的一面。正面的怎么样？他就是社会上的朋友，是个成功人士，也是别人的贵人。黑暗方面怎么样？很独裁，很霸道。有他说的没你说的。如果是说你找我的人际关系，你说谁在找我的麻烦，那这是你的顶头上司、你的主管、你的老板，他会把你识定。好，第六张，好，第五张，第五张来讲呢，愚人已经看到了，已经进入到成熟的阶段了。好，所以来讲什么？百亿重房通天文，天时地利五中断。我想啊，这一句是套在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合适。为什么？其实天文可以与指数当代神与同道，而且呢，我们是怎么样的？真的可以的，是站在别人的前头。好，所以来讲呢，这一张牌来讲呢，它是跟风水呀、命理学呀、天文地理呀，或者是说，大自然的环境学呀，这些方面，环保学呀，等等这一方面，或者是说注重社会上的道德规范、传统教育。好，第七章，第六章，恋人，你看，很快，愚人就像当一个小孩子，他从出生就不懂事。到了学习、成长，接受父母的管教之后，通过社会的历练，已经变成了一个怎么样茁壮成长的年轻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现在恋人，也就是要面对自己的人生，你要对自己要负责。所以恋人呐，你要开始谈情说爱喽，成家立业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开始面对自己，你的创意、生活、你的精致，你自己人生的很多选择。都要从现在开始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怎么样？邻里人生皆同忙，这个字错了哦，他多了一个耳朵，好改一下。前程北业，顾家风，所以来讲是怎么样？夫妻档。如果是我要做生意抽的这一牌怎么样？不要找别人，找你的男朋友，找你老公，夫妻档，家庭事业就比较有成就的。而且你从事的行业最好是什么样？时尚的、年轻人的，或者是化妆品啊、美容啊等等的，比较新潮的。好，再来继续下去。战车，战车，你们看到这一张牌就知道，这是一个战士。这个战士怎么样？就是出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张牌你抽到的时候，第一，他的旅游方面的外派的出差的是比较强的。虽然呢，也就是说一个年轻人他带着那种猛战着离开家乡、离开家庭背井离乡那种心情，或者是离开你的亲人情人等等的那种心情都包括在这里面。所以怎么样？但是非常的有冲劲，没关系，离开我爸爸妈妈也没关系，离开我的家人也没关系，离开我的女朋友也没关系，为了事业便是一种冲出去的。所以叫做快马扬鞭千万里，卷土风雪胜英雄。这个呢，它是一张非常有胜利的牌。如果是你在一群人里面，你说我能不能争赢他，抽到是战胜，恭喜你了。为什么？肯定会胜利，但是在中途不要放弃，不要受到一点点的挫折，你说哎呀算了，这个本来就不是我的，不要放弃，注定胜利就是你的。好，
气就顺利来。再来，小明哥，力量，力量这张牌你们看一下，从牌上来讲，一个女孩子那么不顺，但是她拿个驯服的狮子是什么意思？艰难损解路悠然，自古英雄称好汉。请问在这里各位，英雄伟大还是好汉伟大？谁能解回答我这个问题？当然是英雄了。英雄为什么要唱好汉？他有骨气，有志气，他的先做了什么？先有好汉的那种气概，才能变成英雄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追回他以前很多的事情？怎么样？英雄就是唱好汉嘛，好，自己讲自己的奋斗历史。好，再来下面一个。第九，人生本是总相宜，唯求真理自主张。这张牌来讲，什么都不管，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何时我犯什么事。但是这张牌是非常有经验的牌，就是什么智慧的老人。可是这张牌如果是说你抄到脸不清的，真的很可怜哦，一辈子都在打冷战，你活你的，我活的，谁也不要管谁的。所以有他在你的身边，你反正没有他一样，心灵没办法沟通。如果是在经济方面来讲呢，这种人一生中他不需求什么豪华富贵的，过得去就好，很平淡的生活，所以是什么淡泊名利的牌。好，再来第十张，命运之轮。命运之轮来讲呢，其实人生已经经过了那么多的经验过来了，现在到这里是什么，好像很多事情考验历练，成功与失败好像都是冥冥中的安排。所以是做金局本是水随缘，水到渠成总自然。你强求不来，就顺其自然。不管你现在好的还是不好的，都是冥冥中注定。但是这张牌来讲呢，好运来的时候也是说好运连连，如果是不好的运来的时候呢，也是倒霉的运连连的。好，因为它这是一个轮椅嘛，这个，所以这个轮来讲呢，它准的有反的，有正的。好，再来下一张，是正的就是好运连连啊，对，逆的就是坏运连连。可以这么讲，那很可能出现就祸不单行，就是这种状况。对不对？我身体又不好，结果一出去买东西又堵车又撞到，或者是说呢怎么样？哦，我本来是住房子的，结果身体不好，人家来要把我赶出去，我这样给我这继续住，他也不肯。啊，这个就是这种祸不单行的牌。好 ，OK， 再来正义。正义来讲呢，是一张讲力求公平的法律的法治的，或者是呢跟签约有关的，所以就是什么理政通堂月在楼，皆明往事尽忠肝，什么意思？理在高堂就像一个法庭一样，对不对？好像一个明镜一样，人间的好事坏事它全部忠肝。好，这两天怎么样？老百姓所有心中的不满啊、冤枉的事情啊，靠谁来帮你摆平啊？法律、社会正义，所以就什么？真明往事尽忠肝。其实，在这诗里面来讲很有意思。我们在戏剧里面，如果是有月亮的月字、柳树的柳字，或者是有桂花的桂字等等，这些就是代表有贵人出现的。好，这样我们继续下去。六人，其实我们人生啊，曾经拥有跟没有都已经历练过来了。所以愚人现在怎么样？把自己吊起来的，这么问一个人，你们有没有自己一生中有没有自己一个人把自己吊起来过？有，现在年轻人就喜欢把自己吊起来的。你看他们为了锻炼，保持自己美美的身材，是不是？但那种呢，他是有自己特别的要求。这个来讲啊，愚人来讲怎么样？一生中。生平爱做成人事，为何半生总成空呢？却成空，因为呢，他是一张做了辛苦工，做了工作，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但是他不提交，跟人家讨价还价的，所以这句话很老实的。
如果是你谈恋爱的时候、求事业的时候犯的自己真牌，怎么样？收获比较少。在恋爱方面来讲，就是你一个人付出，可是对方还是爱出你，到了最后不留脸，好，这是这样子来。所以这个是比较，是什么？有舍有得，但是不见得舍了之后有得，是一种牺牲的。再，我们继续下去。哦、好，我再解释一下哈。那个丢人了，比如说上期有一个人问，他说我有三个小牌，他抽了三张，三张牌的结果呢，第一张抽到了，第一个孩子抽的是丢人。丢人是什么意思？我当时拿到丢人，我就断定，我说这个孩子先天有一些不齐全的，比如说一个语言表达，或者是手脚，或者是说自理发展、自身发展方面不是很好很强。他三个小孩里面抽了张，我的着急。当时呢，他那个妈妈的眼睛就流下，他说我是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小孩。他是怎么样？他生出来的时候是男孩，最好呢这个小孩子出来第一讲话不行，讲话不清楚，18岁了。那再来呢，他的脚是有点是不怎么顺。所以丢人是把一个人丢起来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想想，他在人生中很多事情就是不够成熟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这一堂课讲到了就是丢人，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。现在我们就给5分钟的休息，好吗？好。现在可以抽了之后，我先不公开，以后最后我就告诉你。好，还有一个，现在减到12、6人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大家都看，有的同学很认真哦，把灯光开在下面。好，我们上一个，13张尺寸哈，尺寸这张牌其实也有一个故事，对不对？尺寸讲的是什么？刚刚讲的哈，从愚人走过了尺寸，人生真的经过了很多的。所以他的运势怎么样？现在整个人日中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，对不对？就这两个字，那个心情很不平衡。所以呢，叫做人富即时通年富，生涯重整求出路，懂得放弃过去，走出去过去的阴霾，重新寻找人生的出路，不要把自己困起来。要走出去，好，不要放弃。好了，有的人好了，连夫妻打打闹闹，你死你活，我也不放过你，你也不放过你，看谁的皮比较痒，是不是？可是到了最后，两个人的白发鬓鬓的时候，回过头来想想，知道当初我们都放弃怎么？这样的话怎么样？我们的细胞也不会死光了。如果是一个不幸的婚姻，一定就是撑下去，不舍得，但是最后还是舍得。为什么到了这等于是一种慢性的自杀？所以你要懂得要走出去，要放下。人家有这句话怎么讲？有一首歌的歌词怎么讲？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，时间到了就怎么样？就放手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死神这张牌就放弃，放掉，又重新开始，结束过去的所有不好的，让它过去，重新开始。曙光含在前头。最来呢，死神来讲呢，讲到这里，我还讲到这里，插进一件事情哈。最近的事情，有一个很有钱的，也有一些社会背景的老大，他的长官我是通过其他人介绍，怎么样呢？他是抽他第二春的婚姻，直接跟一个女孩子在一起，然后那个女孩子直接怀了小孩。但是毕竟是老大，对不对？做什么都是我说了算，女人嘛，对不对？就放在家里的。所以呢，有一次他们两个都为了家里的家庭的事情，那个老大就是家里没有男孩子，为了生一个男孩子，结果他怀了这个小孩子，自己去检查的时候确定是男孩子，但是两个人整天的吵吵闹闹，他的脚不去，那就去到他家里说很气，很生气。所以呢。第一张他们两个人抽，我就去第一个牌，你第一个牌阵就是秀把它放开，放开了叫怎么样？老公抽的是高塔，抽了高塔时不服气，他说我不相信，重新洗牌。好 ，OK，
洗了脚一冲出来，还是高塔。他说：“老师，我在怀疑你这一副牌里面到底有几个高塔。”他翻过来重新看我，翻来翻去只有一张。好了，再来。他说：“算了，那就让我看看嘞，抽吧。”结果呢，刷了之后，他是老婆抽出来怎么样？还是高塔。我说：“你们两个这几天整天都在吵架，是不是？我吵了，你凳子都被砸掉了，你电视都砸掉了，是不是？”然后他老婆站起来，他说：“对。”他说：“昨天我们还想把他那个所有的衣服从那个楼顶上扔上去。”我说：“你敢？”他说：“没关系，男人这个动物很奇怪的，在家里他是老大，在家里我是老大的。”这么讲，好了，没关系。也就是勾塔这张牌是怎么样呢？抽的是为情争吵的牌，所以勾塔这张主要讲还是情。奇怪哈，好了，讲到这件事，虽然呢，抽比比的，他说哈、我已经是把名字了，我是求子心切，所以我想问一问，到底我肚子里的这个小孩的状况，他没有说别的，我这个小孩是肚子里面的状况，还有健不健康，是男生还是女生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？好，那你就摸牌吧，好，把那牌撕了，抽。两夫妻同时把手伸出来抢着要摸，因为他们两个都年纪已经中年之后了，人是晚年得子那种心情之类的结果，尤其在家庭里面就没有男孩子。结果呢，后来呢怎么样？男的把手收回去了，要老婆来摸。好，第一张牌摸的是什么呢？第一张牌摸的就是高塔，第二张牌摸的是隐士。
我说这个比喻哦，比较。